各位来宾，开幕仪式即将于两分钟之后开始。嘅藝朵視窗蔡國傑學生展。歡迎咁多位。咁啦，由於蔡國傑老師啦，而家身處係阿姆斯特丹，未能夠趕翻嚟啦，親身咁參與我哋呢個開幕式。但係啦，唔緊要。因為咧，佢為咗咁多位嘉賓同埋來賓，準備咗一個講話。咁而家咧，首先我哋就睇一睇佢為我哋所準備嘅一個錄影先。大家好，很不好意思，因為班機的關係呢，我沒有辦法趕回澳門來到現場跟大家一起。那這個從大家。跟大家一起画画开始呢，其实我就很在意，大家的个性。大家好，很不好意思，因为班机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赶回澳门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那这个从大家跟大家一起画画开始呢，其实我就很在意，大家的个性，还有绘画材料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所以。一路呢，看着大家把自己喜好的东西呢，透过绘画的材料跟技术，慢慢结合起来。今天呢，就呈现在欢乐仪基金会跟民众来见面。那我想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是让各位民众呢，可以看看我们每个同学他们的心性跟材料结合的成果。那。画画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性向、自己的喜好投入这个画面之中，这个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开始。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它可能甚至发展成风格。那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那再次感谢管理基金会给一个这么漂亮的场地，让同学们的画呢，可以在一个很好的平台上。跟民眾來見面，那也要再次恭喜同學。咁喺我哋睇完蔡老師為我哋錄影嘅一個影片之後啦，接落嚟有請黃潔晶議員為我哋嘅開幕式致辭。
咁喺呢度咧，首先祝贺今日嘅画展咧展出咧就系圆满成功。亦都多谢阿子珊啦嘅邀请啦，可以见证咧呢批小朋友咧喺呢个人生路上面嘅咧喺唔同阶段嘅时候咧有啲成果展现俾我哋睇下。亦都作为我哋嘅家长啦，同埋咁多位嘅嘉宾嘅到嚟咧，不如俾啲掌声我哋啲小朋友先，系。因為咧，有咁嘅平台俾佢哋嘅發揮咧，亦都係我哋作為家長咧，又或者係我哋作為團體希望嘅，俾一個好好嘅環境我哋嘅小朋友成長啦，亦都係希望佢哋嘅潛能咧，都係成長之後咧可以得到發揮嘅。咁亦都好多謝社會嘅各界咧，喺支持小朋友嘅成長嘅過程裏邊咧，去不停咁樣推動出錢。出心出力又出席，去身體力行咁支持佢哋。所以未來咧嘅活動咧，作為我自己本身咧，亦都會多多支持啦。喺唔同嘅層面裏邊咧，為我哋小朋友咧爭取更多俾佢哋發揮潛能啦，同埋活動嘅空間，同埋展現自己嘅機會。喺呢度咧，再一次祝願今次嘅畫展圓滿成功。希望下一次我哋嘅畫展咧，可以更加大啦，更多嘅作品，亦都可以展期咧更加長，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可以更有成就感同埋滿足感。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亦都係非常之感謝主辦方嘅一個邀請啦。多謝子珊，亦都多謝咁多位小畫家，明日之星啊，發光發亮，多謝大家。咁好多謝我哋黃潔晶議員嘅支持啦。接落嚟，我哋有請代表我哋觀樂兒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嘅成員江陽大律師發表致辭。好，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咁首先咧，好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觀樂兒基金會呢一度。咁咧，今日出席呢一個由蔡國傑老師培養嘅學生嘅畫展。咁相信好多朋友熟悉我哋觀樂兒基金會嘅咧，都會知道咧，觀樂兒基金會咧一直透過呢一個地方位於澳門嘅市中心啦，喺呢一度咧就係提供一個平台，俾所有嘅嗰啲澳門嘅藝術家啦、年青嘅藝術家啦，都喺度展示佢哋嘅作品，咁喺過去咁多年裏邊咧，都用形形色色展示過好多種形式嘅藝術作品嘅啦，包括咧油畫啦、水彩啦、攝影啦，甚至乎係書畫啦、山水啦，各式各樣嘅都有噶啦。咁咧，我哋為咗係目的，我哋嘅基金會嘅宗旨咧，就係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咧，能夠令到更多嘅澳門嘅藝術家、年青嘅藝術家咧，有呢個機會咧，係多一個平台去展示佢哋，咁等佢哋咧係對澳門嘅文化事業咧係提供多一個嘅地方，同埋出多一分力嘅。咁喺呢一個嘅宗旨上邊咧，我哋發現咧，同鄺子珊女士所創辦嘅文化教育學會咧係不謀而合。我哋咧係理念係一致嘅。咁原來咧，鄺子珊女士咧喺過去幾年裏邊咧，佢哋成立咗一個畫室啦，請到阿蔡國傑老師啦，喺嗰度咧係業餘咁樣樣培養咗一班小畫家。咁喺今日咧。你哋就睇到呢一班小畫家嘅作品啦，佢哋咧都係一啲中學生同埋小學生，全部都係好年輕、好細個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家雖然咧，可能喺呢啲畫裏邊咧，你哋睇唔到一啲大師級嘅作品，但係咧，我相信喺呢啲畫裏邊每一幅咧，都你哋都會睇到咧最真摯、最單純、最開心、最活潑嘅顏色同埋構圖。咁呢一個咧係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嘅。咁咧喺最後呢一度咧，我都代表觀樂兒基金會咧，再次多謝大家今日嘅出席。咁希望你哋咧將今日嘅畫展嘅信息咧，話俾你哋身邊嘅朋友啦、屋企人聽啦，希望佢哋咧都嚟到呢一度出席睇呢個畫展。另外咧，到最後咧，我知道咧，鄺子珊女士咧，仲有一個小小嘅心願嘅，其實搞呢一個展覽嚇，我哋觀樂兒基金會咧知道佢有呢一個咁嘅想法咧，非常之支持。就係知道咧喺呢一班嘅年青小畫家裏邊咧，有啲喺今年暑假之後咧就會離開澳門，去到海外咧繼續升學噶啦。咁咧希望佢哋咧能夠透過呢一個畫展咧，俾佢哋留低一個美好嘅回憶。咁我哋亦都希望，亦都相信佢哋雖然離開澳門，去到海外繼續升學，咁亦都會離開我哋嘅畫室啦。咁但係咧，相信希望佢哋咧能夠帶住佢哋嘅畫筆，帶住佢哋嘅顏色，繼續喺海外裏邊咧繼續畫畫，繼續做更多更好嘅創作。咁至於仲喺度嘅小畫
畫家咧，你哋繼續翻學，繼續去畫室，係咪啊？相信你哋咧都會繼續畫到更多更靚嘅畫，同大家分享。同埋咧喺呢一度咧，我相信希望基金會咧能夠每年以後年年都同你哋搞畫展，好唔好啊？年年都幫你哋咧將啲作品咧係俾大家嘅市民睇到，好唔好？咁好啦，再一次多謝大家今日嘅出席。希望帶多啲朋友，叫多啲朋友嚟依度睇佢哋啲作品。OK， 好多謝江潤大律師為我哋嘅支持啦。接落嚟，我哋有請 SD Media 嘅創辦人 Ellie Lee 為各位我哋發表講話。Hey， 大家好，我是 Ellie， 我是 SD Media 的創辦人。其實呢，我都是郭傑的很好的朋友，也是子珊的非常好的朋友。首先多謝子珊搞了這麼好的活動給這麼多小朋友。小朋友其實很希望得到大人的認同的，所以呢，其實今次的畫展，如果我小時候有個這樣的機會搞畫展的話，我會很積極地繼續學下去，不會放棄我當時的繪畫的學習咯。我有讀過教育心理學嘅，咁其實咧小朋友咧有三大嘅板塊咧，佢哋係需要學習嘅喺成長嘅路途上面。第一個板塊咧就係與人溝通嘅能力，第二個咧就係掌握一門以後可能出嚟工作嘅時候咧專業嘅技能。其實第三樣我覺得係最緊要嘅就係有一個可以自己好中意嘅藝術修養，無論係音樂亦好、繪畫亦好、美術亦好，甚至一啲譬如話收藏、鑑賞等等都好。其實呢個係一個觀照自身同埋觀照宇宙，認識自身，我到底係邊個，我存在嘅意義係乜嘢，其實一個好好嘅途徑嚟嘅。咁無論我非常希望今次的小畫家，無論你們以後是專業做畫家好，又或者是當這個是一個畢生的興趣都好，我自己都是學藝術出身的，我希望大家是很 enjoy 這個你擁有一門藝術修養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事情來的。最後祝畫展圓滿成功，也都非常多謝觀樂兒基金會，亦都多謝子珊搞咗個咁好嘅活動，俾我哋可以睇到，哦，原來澳門嘅小朋友又咁有 talent 嘅，咁畫得啲畫咁專業同埋咁靚嘅，多謝大家。咁好多謝 SD Media。今日之所以會有呢個展覽，係唔可以缺少鄺子珊女士文化教育學會主席嘅大力支持噶。咁先會有呢個機會，俾咁多位參展者展現佢哋嘅藝術天賦。咁而家有請我哋嘅鄺子珊女士為我哋支持。多謝各位，我每一位朋友原來都好叻演講嘅，我要攞貓紙先得。咁咧，首先我要好多謝各位出席嘅嘉賓咧、好朋友、學生咧、家長咧、傳媒嘅朋友。咁特別係多謝咧我三位好好朋友嚟幫我做剪彩，非常有愛心嘅黃潔晶議員啦，仲有觀樂兒基金會嘅負責人光總，光總，仲有 Ellie 啦 ，SD Magazine 嘅創辦人，才女嚟嘅呢個係，咁我同蔡國傑老師咧，其實喺2013年咧就已經搞呢個畫室噶啦。咁今次咧係我哋第二次合辦一個學生嘅畫展。咁雖然咧蔡老師喺荷蘭喺外地工作趕唔切翻嚟，但係我哋一定咧都做得好好俾佢睇嘅。趁老師唔喺度講下佢啲嘢先。其實蔡老師真係一個非常之有耐性嘅老師嚟嘅。咁你哋見到我哋今日咧九位學生都係20歲以下嘅，但其實喺我哋畫室入邊咧。最小是3歲，最大咧去到係我嘅長輩都有嘅。咁依個係一個非常有耐性嘅一個表現。同埋郭傑佢自己本身咧都係一位好多大學都要邀請嘅藝術導師啦。佢自己有好多課程啦，亦都參與好多嘅政府藝術推廣活動嘅。咁佢咁忙之中咧，咁多年嚟咧。除非佢係喺外地要工作，唔係咧，佢逢星期六3點咧都抽依個時間就同我哋嘅學生畫畫嘅。咁我依個理念同蔡國傑老師咧都係非常一致。我哋係非常尊敬同埋尊重我哋學生嘅創作思維嘅。你睇到我哋嘅學生
係冇框框嘅，佢哋嘅創作思維，佢哋嘅題材啊，想像力豐富啊，係非常之廣嘅。咁呢個我同蔡國傑係非常之一致。咁亦都好多謝我家長們啦，家長們信任我哋咧，先俾佢哋嘅學生嚟我哋畫室都四五年噶啦，已經係咁多謝你哋嘅耐心同支持咁。咁最緊要就係恭喜我哋九位嘅學生啦！九位學生喺邊度啊？因為佢哋因為完成一幅油畫咧，講真咧，用嘅時間咧，係啊，Tristan 啦，嚟啦，我冇嘢講喎。好啦，等陣先。係啊。好 ，OK， 子月咧 ，OK， 完成一幅油画咧，其实需要嘅时间真系比较长嘅，佢哋需要用好多个星期六咧先可以完成得到嘅，所以佢哋嘅恒心啊，同埋唔放弃嘅精神咧，我哋俾啲掌声佢哋，好唔好 ？OK， 另外我想提一提咧，就系我哋嚟紧一月份。我哋仲有一個畫展嘅，咁嗰個畫展係不分年齡界限，所有我哋嘅學生咧都可以有興趣一齊嚟展出。咁我哋除咗展出佢個畫之外咧，會將佢變成生活嘅產品。咁喜歡你哋朋友喜歡嘅畫，你都可以送俾你哋嘅身邊嘅朋友嘅。咁多謝各位。咁邝子珊女士请留步，咁有请我哋嘅 SD Media 创办人 Lily 王洁贞议员、江洋大律师，咁今次我哋嘅参展者都一齐嚟合一张照啊！我哋再一齐，我哋嘅代表一齐嚟进行呢个简单而隆重嘅剪彩仪式啦。稍等一下，我哋嘅工作人员会准备一啲花球。咁我哋嘅小朋友可以喺前面啦，我哋嘅代表就喺后面。咁我哋嘅代表就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去剪彩，一齐去为呢个开幕式进行剪彩呢个环节啦。咁我哋準備好未？一、二，三，藝朵視窗蔡國傑學生展正式開幕。咁各位來賓啦，喺欣賞參展者嘅作品嘅同時啦，基金會喺入邊咧都準備咗一啲茶點俾大家享用嘅。咁再一次感謝各位嘅來臨啦，多謝。藝朵視窗蔡國傑學生展正式開幕，咁各位來賓啦，可以欣賞一下我哋各位參展者嘅作品之餘啦，亦都可以入去裡面嚟
品嚐我哋所準備嘅茶點噶。咁各位隨便影相，去盡情欣賞一下我哋參展人所帶嚟嘅作品。
Thank you.